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接着35品经文往下讲，这一品经文比较长，请大家看下面这一段经文：富有谦虚，不肯施欲，爱宝贪重，辛劳深苦，如是致敬，无依随者，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见善增谤，不思目的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供给，消散复取。我们先看下面四个词语。乐处在这里指三善道。苦毒是指痛苦的报应，指三恶道。目的是敬慕仿效的意思。希望，这个带竖心的希和去掉竖心那个希是同一个意思。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前半部分，共十句。富有谦虚，不肯施欲，爱宝贪重，辛劳深苦，如是致敬，无依随者，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。这里面的富是有财富、多财富的意思。财富是命中有的，命里没有，不可能发财。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既然是知道财是命中所有，你还求他干什么？说实在的，命中没有，你求也求不来。老法师一再劝导我们，要把《了凡四训》读300遍。说念了有什么好处呢？念了，你知道因果报应，然后才能够安分守己。富有的人钱财很多，要会用财，这两句话很重要。得财富是福报，用财富是智慧。我觉得这两句特别重要。得财富是福报，用财富是智慧。你有了财富要怎么办呢？要再造善因，不要谦虚，不要保有，要施舍。要知道这个道理，越施舍越多。爱宝贪重，这个爱是爱惜，宝是保护，保护自己的利益，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。如果你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，你就会辛劳深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里牵挂很多，忧虑很多，你的得失心很重，这样就操心了，是不是？你想尽方法要保持财富，未必能保得住。所以如是致敬无依随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致敬就是说你一直辛劳深苦到老死，你就是这么操心，但是你还是一样带不去，真的是万般带不去，
唯有业随身。你一生造作了许多罪业，你死的时候把这个罪业带去了，除此之外你什么都带不去。善恶祸福追命所生，所得的结果就是这样。修善带走善业，造恶带走恶业，恶将来的结果就是祸害，善将来的结果就是福德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祸福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自己自作自受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。祸在乐处，这个乐处指人天善道。祸入苦毒，指三恶道。上面的经文叙述的都是我们人世间的真相，我们读了以后要深深地反省自己，你是不是佛所说的这类人。如果你是这类人，一定要赶快痛改前非，把自己的这些习气毛病努力地给它断除。我们要清楚路应该怎么样走，事应该怎么样做，佛应该怎么样学，这三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。诱惑见善增谤，不思目及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供给，消散复取。前面经文说出了许多属于复杂的不正常的一些个心思，影响身口的造业。当然这个善恶是无量无边的，说之不尽，在这里不能一一去说。佛在这里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见善增谤。这个善呢，是包括善人善事，见到别人德行比自己好，学术比自己强，地位比自己高，赚钱比自己多，就起了憎恨之心，以及做出了诽谤的行为。这个增谤，一是心生憎恨，二是行动上诽谤，这都是造作恶业。不思目及，就是不知道对别人的善心善行起仰慕之心，效法之心。常怀道心，就是以不正常的手段把别人的利益据为己有，这就是道心。道行，道不单是指偷盗，那只是一种手段之一。比如说这些年实行送礼，不管你办什么事儿都得送礼，不送礼你就别想把这个事儿办成。多年来好像已经非常普遍的这种现象，因为不送礼就办不成事儿，所以就逼得大家都得送礼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了办事儿去给人家送礼，这个送礼的人有几个是心甘情愿的？是不是都是迫不得已的？因为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。
送礼的人是迫不得已，收礼的人好像理所当然，他不知道那些收礼的人他就是盗，他收了人家的礼他就犯了盗戒，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道理的，所以是照收不误，照收不误你就欠债。希望他利，用自供给，消散复取，把别人的利益夺过来据为己有，供自己受用，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占别人的便宜。其实如果我们学佛的同修们，你们听经听明白了，应该知道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便宜可占，也没有什么亏可吃，因此我们的起心动念一定要非常谨慎，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要占别人的便宜。世间贪而无厌的人，把别人的利益据为己有，自己来享受，享受完了再去取，他是不是真的把别人的利益拿来享用了呢？不是的。要真的是这样，那因果律就应该推翻了。要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你从别人那里强夺过来的，实际上那也是你命中有的，你不夺别人的，你命里也是这么多，本来是你的，你用强夺的手段得到了，你在造作恶业，你说你冤枉不冤枉？所以古人说，君子乐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，神明科制，终入恶道，自有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七宗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我们先看第一句，神明科制，注意这个字，这个知识的识在这里读制，第四声。这个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记录的意思。我们看神明，对于这个神明有这样两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神明是鬼神，凡是人造作的罪业，天上人间与幽冥界都有鬼神，他们把我们的起心动念造作行为都登记了。这个课呢，就是一定的意思，必定要把它记载下来，记载下来干什么？列入档案，这是第一个讲法，神明是鬼神。第二个讲法呢，神明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识，阿赖耶识里种下种子。老法师说这个讲法非常真实，世间有没有这些神明？有天神，有鬼神，但是天神和鬼神它不是人的主宰，它主宰不了我们。正如像我们这世间，你犯了法被审判过，这个案子就列入档案了，如果你不犯过，他不敢侵犯你，没有权利侵犯你。天地鬼神也是这样，你犯了过他就给你记录在案，你不犯过他也不敢对你轻举妄动。但是告诉我们不要忘了，
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别觉得你做什么坏事谁都不知道。终入恶道，造作极重恶业的人，他的果报是必堕三恶道。自有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这个自是自然的意思。三途是哪里来的？是自性，因为三毒自然变现出来的现象。自性因为恶业的因缘，即便一真法界为三恶道，自在里面受罪。我们念念修善，它的结果就是自有三善道。三善道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就如六祖慧能大师所说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堕入三途受恶报的人，如果能够认识到这是自作自受，用我们的话说，就是他能够认账，这个罪很快就会受完。如果他不服气不认账，总认为自己是个好人，是自己受了冤枉，这样他的苦报比以前要更烈，就更强烈，时间会非常长。这个道理很多人是不知道的。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这三句经文是世尊发出来的感慨，总结道恶的因缘果报就四个字：痛不可言。看下一段经文，七三者，世间人民相因既生，寿命几何？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意，烦满胸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是为非法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。看下面三个词语，相因既生，指众生因相互间的业因而出生于世。淫意，这个淫就是指邪淫，意是指放荡。烦满胸中，指欲火内烧，胸热心狂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讲的淫恶，重点是讲世间人民相因既生这两句。因为能够觉悟到这两句经文意思的人很少。我们先看世间人民，是专讲六道里的人道。佛在人间讲经说法，对象就是度人，而不是度其他众生。这句话我们听了以后，感觉不感觉到很新鲜？怎么说的呢？佛在人间讲经说法，对象就是度人，而不是度其他众生。相因既生，用现代化来说，就是人不能离开社会独立生存，不能离开人群独立的生活。我们大家体会体会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？相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彼此之间互相依赖。所以在这个社会上，
有各行各业，少哪一行都不行，少哪一行我们的生活都会不方便。社会上的每一个行业都是为了便利我们的生活，互相依赖，不能独立生存。回向记里的上报四重恩的第四恩就是众生恩，一切众生与我都有恩，无论他是学什么的，他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，我们都要依赖他们，都不能缺少。实际上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一切众生与我们都有恩德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报众生恩。寿命几何？谁能知道自己的寿命？年岁大了，风烛残年，年岁轻的也不能保证能够长寿。要真的觉悟，黄泉路上无老少啊。不明真相的人看不破放不下，继续造作恶业，哪里能有什么好的结果？这就是不良之人。身心不正，它的含义非常深广。下面举常怀邪恶为例。邪恶在这里是指邪淫，常念阴意就是指的邪淫。烦满胸中，烦满是指欲火，欲火在烧，邪态外溢。凡是邪淫必然破损家财，这个大家都清楚都知道。凡是搞邪淫的人必然是废损家财，家庭怎么会和睦，怎么会美满？你搞这个，等到你老了的时候，儿女们想想你的所作所为，他们会瞧不起你，他们会不孝敬你。所当求者而不肯为，当求的是道德，觉悟的人求的是断烦恼，求的是超越三界，这是我们应当求的。事出世间法应当求的我们不求，不应当求的我们天天在求，这就是迷惑颠倒的具体体现。看下面经文：诱惑交结聚会，兴兵相伐，攻劫杀戮，强夺破邪，归己妻子，极身作乐，纵共赠宴，患而苦之。交结就是勾结的意思，破邪指以威力来恐吓强迫，杀戮在这里指以枪矛武器杀人，单讲这个戮是以尖锐之物相刺，这叫戮。诱惑交结聚会，儒家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孔子说官有知其人，你要想了解一个人，你看看他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，你就知道他是哪一类人了，因为人以群分嘛。作恶的人他的朋友都是作恶的，如果不是一类人，
绝对聚会不到一起去。阿友们聚集在一起，他们互相交换作阿的经验，作奸犯科自然会越来越严重。兴兵相伐，攻劫杀戮，强夺破邪，归己妻子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，昏君为了贪爱女色而亡国的例子很多，比如殷纣王、周幽王、夏桀都是这样的昏君。历史上离我们最近的，大家都清楚的，吴三桂也是。吴三桂为什么打开了山海关，引进了清兵，就是为了陈圆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他为了陈圆圆，国家人民全都不顾了。这几句经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指的就是这一类事情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贪官很多，这些贪官不单贪财，而且贪色。他们因为贪色，所以就迷惑颠倒；因为贪爱，所以就造作了很多恶业。大家看看我们周围，有多少贪色的贪官，因为贪色牺牲了生命财产，他们有的破坏了自己的家庭，又破坏了别人的家庭。大家认真想一想，这样做真是不应该，真是不值得。极身作乐，纵共增艳，患而苦之。在位时迷于权势，贪于财色，只顾个人的物欲享受，不顾人民的死活。如果这样的人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他怎么能够得人心呢？等到人民厌恶憎恨的时候，那离国家灭亡就不远了。我们历史上只要有豪杰起义，人民就会复合，推翻昏君的统治。这种事情造成了社会的动乱不安，国破家亡，自他人民接受苦难。看下面一段的经文，如是之阿，助于人鬼，神明济治，自入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先说说这段经文的两个字的读音。第二句，助于人鬼，这个字呢，它是多音字，有的时候读助，有的时候读浊，在这里是读助。第三句，神明济治，就这个知识的识，在这里念治。看下面的几个名词，几个词语，助是招助的意思。这一大段经文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它与前一段经文很类似，所做的恶业助于人鬼，就是后人把它写在历史上，这是助于人，鬼神也把它记在生死簿上，这叫神明济治。
阿赖耶识里种下了种子。用通俗的话说，就是人给你记着账，鬼神也给你记着账，你是跑不掉的。这是通俗的说法。自入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就是你造作极重的罪业，你的果报就非常惨。地狱罪报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受完。这个可能有人不太清楚。地狱罪报受完之后，下一步你要变畜生还债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，以为我从地狱出来了，我就出来了。你是从地狱出来了，出来以后你又上哪一道？你上畜生道，你要去还债，而且这个债不知道多少劫你才能把它还完。何况如果他还债又不甘心情愿，这又是造作新的罪业，如此循环不停，这就叫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。佛给我们讲这些话，真的是慈悲到了极处，这就是我们目前生活的现实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的体会。三恶道的众生在三途辗转轮回，苦不堪言，非常难处理。如果不是佛菩萨慈悲，去恶道里度化众生，这些个众生真的是没有出头之日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恶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，这里面都有佛菩萨在那里救度众生。但是恶道众生能够接受佛菩萨教诲的不多，因为不相信的人太多。我们看看我们人世间的现状就知道了，人都这么难度，何况那个鬼呢？所以这个难度非常之大。比如说我们人间现在是善道，就在我们人间这个善道里，今天的正法又有几个人能听得进去？可见佛菩萨教化恶道的众生该有多么艰难。佛教化恶道里的众生不知道要比教化人难多少倍，能超越六道的只有念佛往生这一个法门，如果不往生一定是堕在三途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大家想想看，这件事情多么令人可怕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：七四者，世间人民不念修善，两舌恶口，妄言绮语，增吉善人，败坏贤名，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。这一段经文是说妄语恶的业果。我们先来看前半段经文：七四者，世间人民不念修善，两舌恶口，妄言绮语。这几句经文从字面上来说经文好懂，但是我们的警觉心不够，日常生活中
常常在犯。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就在我们的周围，是普遍存在着的。两舌是拨弄是非，斗乱两头，造成这两个人的不和，让这两个人互相斗争，小则使两个人变成了冤家对头，这是你从中制造的，这个罪过很大。大一点说，挑拨两国交战，制造战争，使人民遭难，可见这个外交工作是多么重要。处理外交事宜一定要谨慎，好的外交官顾全两国人民的福祉，化解冤结，造福于两国人民，用心不善的只顾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别人，换句话说，很容易产生外交上的摩擦，严重的摩擦就会引起战争，这个罪过极大。所以不要小看了两舌的严重危害。阿口是说粗鲁话，很难听，容易与人结冤仇。妄言是骗人，自欺欺人。绮语是花言巧语，损人利己。地藏经讲，犯这种罪业的，死后堕拔舌地狱，这是口业之恶所得的恶报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上面所说的这些，对照一下自己，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犯。我这个话说的一点也不严重。增吉善人，就是对好人好事，他看了以后难过、嫉妒、憎恨，想方设法破坏障碍，这叫增吉善人。败坏贤明，有德行、有学问、有修有证的圣贤之人，他们居此一方，能够移风易俗，化导一方，这是国家之宝，地方之宝，是这里的众生有福报。我们大家看一看，我们的净空老法师是不是宝中之宝？可是面对这样的圣贤人，不亲近，不护持，反而加以障碍、破坏、排斥、打击，这是忤逆重罪之一，死后必堕阿鼻地狱。报得累劫愚痴，难于出离地狱，苦不可言。我们现在有人造的就是堕阿鼻地狱的重罪之因。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世出世间的圣贤大都是孝敬。圣贤功夫从孝敬开始，也在孝敬这里圆满。我们要深刻体会到佛陀的教学在教我们什么，就是在教孝敬。我们把孝敬做圆满了，你就成佛了。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这是忤逆重罪。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。上面说的几条，我们只要犯了其中的一条，那几条就全都犯。
果报就是在三恶道，来生人天两道是没有你份的。人间的寿命短，恶道的寿命长。佛说人间的一个月是恶鬼道的一天，我们人间过一年，恶鬼道才12天，鬼的寿命是千岁。地狱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2700年，地狱里短命的是万岁，长命的真的是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实在是可怕。佛在一切经典里讲地狱，都是讲的很详细，用意就是告诉我们地狱千万去不得。我们为什么还要造业，你偏偏要去呢？看下面一段经文：尊贵自大，位极有道，横行威势，亲易遇人，遇人为敬，不自惭惧。先看尊贵自大，位极有道，横行威势，亲遇于人，这四句。愚昧无知者，往往他认为自己很能干，自己很有本事，很了不起，因此他就贡高我慢，狂妄到了极处。这个亲是侵犯，此处讲的道是指诈术，就是用各种花招来欺骗人，伪善欺诈。看到这些个人，我们一定要反省自己，你是不是这一类人？遇人未敬，不自惭惧，这是指作威作福的人自己不知道惭惧。这个欲是希望，他希望什么呢？希望别人对自己恭敬，希望别人怕他，他的所作所为都在这个方面上下功夫，他不知道惭愧。这个惭是良心的责备，这个愧是舆论的制裁。自己造作恶业，不受良心的责备，就是我们世人所讲的天良丧尽。这样的人在佛法里叫什么呢？被称为一铲提。一铲提就是没有善根的意思，佛来了也渡不了他，因为他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聪明，认为佛也不如他，那就别说菩萨了。他不接受教化，因此这一类人是必堕三途，就是一铲提。舆论的制裁他也置之不理，仍然是我行我素。下一段经文：难可降化，常怀骄慢，赖欺前世，福德盈护，今世为阿，福德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阿绕归。看前面四句：难可强化，常怀骄慢，赖欺前世，福德盈护。这种无恶不作的人，在社会上可能他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。那有同学会说了，为什么这样的恶人没有报应呢？
为什么不折损他的寿命呢？其实你们不知道，就是我们不知道，真的折损了。比如说，他本来可以活100岁，他70岁就死了，这已经是折损了他的寿命30年。他为什么这种富贵还没有被折损掉呢？这种富贵是因为他前生修积的很多，这一生虽然他做了大恶，他的福报还没有享尽，虽然是消损，他剩下的就是余福还有很多，等他的福报享尽了，他的恶报就现前了。这回我们是不是听懂了这个道理？我们有时候确实有这种想法，那恶人为什么不受恶报呢？就是他前生积的福德、积的福报还没有消耗殆尽，等他消耗完了以后，他的恶报就现前了。今世为恶，福德尽灭。这一生迷惑颠倒，造作恶业，前生积的福德逐渐逐渐的就消耗尽了。如果他前生积的福德少，很快就消耗尽了。寿命终尽，诸恶绕归。他这个福善之报消耗完了以后，他的冤家债主就都上门了。这个时候是讨命的讨命，讨债的讨债。什么时候表现的最为明显呢？特别是在病重或者病危或者是临命终时，这种情况往往就出现了。这就是经中所说的诸恶绕归，后悔莫及。下面一段经文：又期明记，记在神明，央究牵引，无从舍离，但得前行，入于火祸，身心摧碎，神行苦疾，当思之时，悔复何及。前面两句，又期明记，记在神明，这两句话的意思很容易明白，就是说你已经登记造册了，你上了花名单了，天地鬼神没有一个不知道的，你谁也欺骗不了，谁也瞒不了了。这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，你登记造册了，你在花名单上。央究牵引，央是灾殃，究是罪过，自己造作的罪业牵引着自己，这就是业力，业力引导趋向恶道。无从舍离，六道凡夫是被恶业牵引着，念佛人是被愿力引导着，这个不一样，大家听明白。六道凡夫是恶业牵引着，念佛人是愿力引导着，这个词语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牵引，一个是引导。有愿力，业力一定能扶住，但是必须得是愿力大于业力，在这个时候你的业力就被扶住了。不可能愿力和业力同时起来，为什么呢？打个比方，就比如明与暗，房间里
不可能是一半明一半暗，要明就全是明的，要暗就全是暗的。这个愿力呀，它是光明的，这个业力是黑暗的。所以佛教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，要有深切的愿力，就可以把业力扶住，愿力起作用，我们就能够往生。但得前行，入于火祸，火祸就是油顶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油锅，是地狱里的一种刑具。身心摧碎，神行苦极，这个神是指神识，中国人把它俗称叫做灵魂。这个形是形状，恶鬼道有恶鬼道的形状，地狱道有地狱道的形状，虽然是化身，但是还是有个身形。地狱里的身形受报时情况就是身心摧碎，神情苦极，那是极其痛苦的。当思之时，悔复何及？堕入地狱以后所受的极苦的果报，真是后悔莫及。佛劝我们趁现在这个果报还没有成熟，此时觉悟回头还来得及，遇到了念佛往生的法门，纵然是造作极恶的罪业，只要一念回头就还有救。可贵的是一定要真正回头悔过。在这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盈科法师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，他是一个造作极重罪业的法师，因为他一念回头他就得救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而且的品位不低。看下一段经文，欺侮者，世间人民习以懈怠，不肯作善，置身修业，父母教诲，违逆反逆，譬如冤家，不如无子，负恩违义，无有报偿。世间人民就是指我们眼前这个时代，作恶到了极处，这个现象非常普遍，也许就是我们自己，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。习以懈怠，这个习以是不定的意思，不但是心不定，身也不定，心里有忧虑，尤其是现在是生在乱世，人们无所适从，身心都不定，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，身心不安，怀疑忧虑，当然这些就障碍精进，不精进自然就懈怠，所以这里说习以懈怠。为什么懈怠呢？因为不安，身不安，心不安，所以导致了懈怠。不肯作善，就是不务正业。正业是八正道之一，以儒家的解释就是五伦十义。哪五伦呢？
就是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是什么身份，就尽什么样的义务，这就是正业。至身修业，我们说不肯至身，就是不肯守法。对于佛门来讲，就是守戒。不守规矩，不肯修业。现在业有两种，对我们来说，一种是学业，一种是事业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至身修业，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至身修业，是不至身不修业。父母教诲，身为子弟的人不肯接受父母的教诲，不但违背父母的教诲，还要反叛、叛逆，这是新的词语，叫叛逆。大家想想，在我们的家庭眷属中、亲朋好友中、同学同事当中，包括我们的自身，有多少子女不叛逆？现在好像一到时候，十几岁就说因为是叛逆期，所以他就有种种的不良的表现。这就是譬如冤家，说有这样的子弟呀，你还不如无子，还不如没有的好。父母费了多少心血把他养大，他却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。父恩为义，无有报偿，这就是当前的现状。前面的一句违逆反逆譬如冤家，是过去的因果，抱怨的、讨债的儿女来了。后面的一句父恩为义，无有报偿，现在又在造作恶业，来生的果报比这一生还要差。说到父母的教诲，古代父母对儿女的期望与现代人不同。古人期待儿女有德行、有学问，能为社会造福，能光耀门楣。纵然是儿女做了官，做父母的仍然是千叮咛万嘱咐，告诉儿女要做清官，要做好官，不要做贪官，要公正，不要冤枉人。这真是在为儿女积德。现在少数做父母的不是这个想法，教导儿女赚钱第一，要有权，要有钱，要出人头地，损人利己是在所不惜，只要自己不吃亏就行。我们作为儿女的，要知道父母的教诲是善还是恶。如果是善的，我们就接受；不善的，要用巧妙的方法，要用善巧的方法避开，不要因为这个得罪父母，让父母伤心。这一段我说的这两个意思一定要理解透，不要理解偏了。就是父母应该怎么样教育子女，这是父母要注意的事情。作为儿女要注意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你觉得父母对你的教育，他说的不是善，他不善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要巧妙的回避，
不接受他这个教育，但是你又要注意，不要惹父母伤心，不要得罪父母，这对孩子们来说也是比较难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。我记得我曾经给大家举过例子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父母啊，教育孩子，有些时候确实是不善。比如说，小孩在幼儿园，那都是小孩嘛，他打打闹闹，互相推推搡搡，碰着了，伤着了，这都很正常。但是有的父母在家里就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能吃亏，一定要占便宜。那时候我孙女在幼儿园的时候，回家就跟我讲，他们班的小朋友某某某和某某某，因为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可能有一个就吃亏了。然后这个父母来接他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就告诉他，不能被他欺负住。第二天呢，这个小朋友就把手指甲绞成尖形的，和和告诉我说：“奶奶，我妈妈说，他要再欺负你，你就用这个尖指甲去挠他。你想想，孩子那么小，上幼儿园也就三四五岁左右吧，我们做父母的怎么能这么样教育孩子呢？还有就是孩子上学以后，如果学习成绩比较好，他所会的东西，应该去告诉别的同学们，不要自私，不要自利嘛。但是有的学生到学校就说：“我会的东西，我不能告诉别人。”当时我孙女不太理解，就问为什么呢？说你告诉了别人，别人不也会了吗？到考试的时候，他就排在你前面了，你就排在他后面了。所以我孙女回家问我奶奶，这样说，这样做对不对？我明确的告诉他不对。你所会的东西，多少个人问你，你都要耐心的去解答。这对你有好处，你知识掌握的越来越牢固，对同学有好处。自己会了，不要自私，要去帮助同学。孙女说：“那我知道了。”所以我这样说，对于一个家长来说，怎么样教育孩子，对孩子的成长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？你不要看眼前的一点小利益，你孩子没吃亏，占便宜了。你想，他的人生是漫长的，你在这个漫长的人生路上，你给他指的路是对的还是错的？请家长们三思。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